一下而已，团团进家里了，团团进家里了，你们也要小心。有啊，一下，有。他现在路变得比较宽哦，很容易就上来哦。他们也有已经有一些钻桩了，所以要保护。哇，直接身上五个哎、欸。哎小，这里是哇轻装快速换装，他现在好像有快速换装的方式。要研究一下。踩上去就有吗？灯亮表示。不太清楚那个是怎样的。在骚扰他们，骚扰你们，骚扰你们，骚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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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虚空灯又传。骚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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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骚扰。资源回收站。Okay. 对，我刚刚他有一些掉下去虚空的东西会回到我们，会回到这边来。有吗？没有。有，我在我身上，在那个、他会在那个家里仓库那边。这边，这个，就是你看这个。哎、欸，这好像就是踩了之后可以让你身上的装备存入，存起来啊。对，就是它可以让你全身的钻装存入。中央桥梁之后只要点一下就有，所以你可以多买一些钻装穿上身上，然后就按。哎，这样之后我们复活就很快的可以有钻石装。刚刚来了，他们叫晃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个攻击手，攻击手。哎，我这边签了三个人。我跟哈基在闯入他们家，好。可是这边在西瓜这边在打架啦，刚刚在射箭、啊。等一下、哦，西瓜打架。哎，我把一个钻桩丢下去了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哦！哎，不行，痛啊！卡住了，太胖了，回到西瓜这里。西瓜保佑，西瓜保佑。哎，西瓜，哇，西瓜回血有一阵子。被翻到了！哇，被打掉了！啊、哦，我翻他们翻好久的。嗯，哎，这个你有用到成功吗？你知道把它沉进去吗？对啊。哎呀，试试看。我再去牵制他们。团团跳过来了，团团跳对面的防守人，他跳到巨病里面了。你防守吗？嗯，不太知道怎么用。我在我的箭塔上，没有被收走。真的吗？我来试试看。对啊，我虽然成长也一样。等一下哦，附魔的又可以买了、啊，那个绿宝石也可以买了。哎，我沉进去了，你们买一下。好像跳到那个中江岛上面了哦。好。哦，看到了。套装存入口可以选择在此更衣。或者在铁定区左边嘛，对不对？看到了，还上上下下哎、欸，他在干嘛？完了，这个作者我们太笨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存。没关系，冲就对了。哎呦！对啊，还有新增，其实装备是可以直接穿上，只是真的不知道。然后弓箭有削弱，我们都很晚才说。弓箭有变弱，而且弓箭无法附魔。他现在只有耐久，他只有耐久而已。哎、啊，他不像之前可以附强力什么了。等一下问一下哦，啊，所以黑曜石上面放核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吧。那对，他刚那就塞就好了。哦，弓所以现在也不会变成无限就是强势弓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就是要大家打起来，用力的打起来。我们只要手机一上就可以了。哦，有在上面，自己有在上面。好，家里的那个绿宝石其实都可以再购买了，因为每次生成中间东西就变得更多。嗯，你的食物够吗？嗯，我食物还有，我还有穿装。你要穿装啊？都是我买不了、哦，是我不会买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要买什么？哦，是要存进去哈、哦。对，要存进去、哦。对，要存，先存后买。一百十九两个。某一个奇怪的生物说要这样子。啊、奇怪的生物。我买了。有问题问他。我买绿宝石了。那个哦，一拳在那个、哦、中间。有看到他进我们的箭塔。我旁边盖跳台哦，在我们左边。好，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哦。我偷偷潜入他们家。哦，没买核心。我被挡到。核心要多少？我在挖二十个铁，二十个铁。
哎，两下，一个铁，一个，哎，哇，二十个铁，二十个铁，哎，三下，三下，哇，太难了，哇哇哇，核心，哇核心，四下，四下，有有剑士资源，剑士资源，资源，资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两千五，两千五，我觉得前面不像我们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赶快继续放，继续放核心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中间。在那个中间的岛里面有掉装备出来、欸，有啊有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是巧克力的装备吗？我有你们丢的、欸，知道，巧克力的装备吧，在中间，中间什么意思？中间的岛屿，中间的岛有装备跟肉还是什么的？掉进虚空的东西会到那边。哦哦，这么酷啊？是吗？是吗？真假的？可能哦，因为一套铁装，一套钻石装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牛排。哎、欸、不，好像是我的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。这个是我的吧？我的衣服跟衣服跟裤子，我刚好像是被打死的、啊。刚刚拿盾，没有，你刚刚掉下去的。哦，是哦，我都忘了我刚怎么死的。对，我刚刚是对坠落。中间在中间水池哦，可能在中间水池。哎呦，你这胖子！可以跟作者讲一下，绿宝石跟铁可以不要放那么近吗？核心要挖掉，团团进我们家了，团团要进我们家了，团团家里家里家里保护，繁星以后先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团团进我们家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我忘了带稿出来，啊，我傻眼。喂、欸，是谁？一拳，你有没有稿？拜托你哦。喂、欸，借我一下稿。喂、欸，我只有铁剑啊，你一定比我强啊。啊，可恶，被死掉，死掉，死掉。好，我刚刚再讲一次哦。嗯、跟作者说，铁跟绿宝石那个压力板分开放。我知道你太近了，分太近了，对。嗯，那个有没有那个核心稿资源？原来我刚刚拿到是他们的核心稿啊。他们的核心稿。我刚刚拿到铁稿的时候，从家里来的时候可以带个核心稿。哎，刚刚应该快死了，他被我射很多箭了，他底下。好，那我去。可是他一直举着盾。当当，哎、欸，你这边还 OK 吗？那个团团团团，你爸接近我。好好好，那个你有空可以捡个钻石装。哦，好。还有剑石。OK OK， 有。刚刚，两面哦，两面哦。刚刚在，哎、欸，拜。团团下来，团团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钻石装不用理他，我先上去。不是、啊，搞！家里有人，我来了，帮忙带个稿。是每次生成多加一座上线吗？我在这边，在哪？我上面，我在上面。好，躲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复杂了，真的。有，嘿，感谢。哦，是什么？失明了？为什么？你怎么失明了？你走到那瘟疫区是不是？我刚刚在我们箭塔上面啦、啊。哎、欸、不知道神秘的诅咒。哎、欸，我也失明了。团团回去了，团团跑到我们家那边了、啊。药水吧，对啊，另外一个药水吧，它不是有失明用的。哦、团团在底下，团团底下，团团底下啊。阿童，哎、欸，诅咒好久、哦。团团，哎，我再偷偷潜入他们家一次。偷偷。小心后面了、哦，后面有人跟着你哦。哎呦，我看到团团在打我。喂，走开走开！支援，箭矢支援。走开走开！一下，两下。哎、欸，小心不要踩到绿宝石哦，好不容易三十个了。等一下，哇，这个钻石装真的太猛了！四千三，四千三，太溜了，太溜了。这个不会吸。所以中间那个岛放都核心都有放了吗？可以多放一点。还有两个。然后我们蓝队绿宝还不够，底下有人哦，底下有人哦，有人进中间打了，有看到了，好，防守交给你们。哎，新的绿宝石那个不会吸耶、欸。小雨来了，核心呢？有啊，我有放核心啊。哦，那应该有吸啊，因为我们仓库不是有46个。39个，我们是39个。对啊，他还在慢慢吸。可是我刚尖刺，我刚去捡到8个哎、欸。为什么还有尖刺？小雨是不是尖刺？哇，有尖刺哦。对，你可以确认一下它上面有没有那个
我在看，因为我一开始放只有一个有放到了，没有，我确认，好，再看，再看，红队绿宝四二，我们的铁是可以多弄一点，对吧？然后你的核心破坏稿，有了，有吸了，有吸了。哦，你这剑齿好讨厌哦！我去把胸甲换一下。我在偷偷摸摸闯入他们。哇，要一万分！绿宝先存一下好了，就是先买那个提升钻，铁的啦，铁的。现在48颗，他们整个全部攻过来了。哎，英雄你干嘛？英雄你不要想不开，你刚刚已经送了一套了。哎呀，再送一套了吗？那、哎、还想要跳下去吗？哎，英雄，团团掉下去了！哦，是，我看见是团团把英雄干掉，团团跳下，他跳下来手上还挥一下，然后英雄就刚好死了。哎，刚来哦，有人偷挖我们的那个核心，挖掉两个了，被挖掉两个，剩两个。啊，我们中间毕竟难免呢、啊，中间减装了，两分而已。嗯，那个什么2020。小雨在上面横行无阻，就是买点。他的衣服有尖刺，好刺哦！谁？二零小雨打的吗？200。哎，小雨走开了，好好刺刺的。我也给你们一些多一点装备哦。刚刚打到了，一拳给的。去买个那个好了。小雨在中间横行无阻啊！刺刺的，很蜜蜂啊。好像蛮怪物，可以买了，可以买了，我去买，去买，去买。我知道，我不管他。哎，这没装备的，不屑与他一战。哎呀，掉下来了。哎，又有那个嘞，特别效果，失明。好了，加倍了，可以开始花了。OK， 铁加倍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在跟小雨互射，等一下，痛，互射事件。喂，看我的跑酷！喂，然后走后面，走开了。一拳这边有楼梯哦，这边好多、欸、虚空的装备都掉回来了。好、哦，一拳跟着一拳走。清水性防弹，这个是谁的、啊？哎呦，这次他们防御好凶。嗯，一次，让我一次，里面好让我一次有装备啊。两次，小雨下去，再一次就好。下去，5700。你下去，下去，装备好多，很稳。绿宝石的塔可以再盖吗？绿宝石还不行，要等到下一个那个600秒。所以每次600秒都可以额外多加一，就是每次中间桥三层的时候。好，刚刚来喽。对。刚刚在又在挖，站起来。现在多买一些备用好了。附魔岛在哪里？好烦、啊！我们没附魔岛啊！哎、欸，中间，还没买，不好意思，可以买，附魔岛可以买，先买。哦，好。哦，小雨死了，装备有了。因为我们是这样啊，那附魔对面会附魔，有没有？小雨死了，你就可以拿了。感谢。到家，他关到我们家了，到我们家了。谁？我是哪里？没事。有吗？然后装备都有吸到，虽然说都没附魔的。哎、欸，如果直接丢到虚空的话，看会不会再来？我跟你讲，看虚空里面，你看虚空回收那边会不会有装备出现？你说家里那回收区吗？对，我刚刚丢进几个到虚空里面。哎、欸，真的会有哎、欸，然后掉到中间吗？对啊，虚空回收站，哎、欸，这样好酷哦、喔，好方便哦、喔。哦，难怪你刚装备出现在那边。对，我对方的东西有没有？你刚是不是有附防弹整套的？好酷、喔！你是不是捡到防弹整套？你就直接讲吧。对，没错。哎、欸，刚刚来了，附魔哇！所以站中间有很大的优势哎、欸，嗯，就是分数可以加很多啊。对，除分数加很多之外，你装备别人掉到虚空，你也可以捡回来。那是因为我们占据中间的关系哦、喔。嗯。哦，难怪他要设一万分。哦，刚刚下去了，刚刚送装到虚空喽。好。好。可是我们中间不是核心都没了？我还可以、喔。我去买。
是因为我们赞助中间还是那个卡一下、卡了一下，卡了一下。赞助中间还是他们是死在我们这边的关系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欸、他们一直用那个巫术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二零哎、欸，跑酷失败。哎、欸，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二零，不要，你好痛哦、喔。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！这样一下有办法吗？一下就好了，一下就好了，让我一下！哇哇哇！痛痛痛！来放核心了，中间那个又生成了，又东西又很多可以购买了。好，绿宝石又可以买了。嗯，刚刚有人跟我讲说，我看一下哦。轻装套件，这本是买齐。哦，它轻装套件好像在另一个地方武器商人有卖六颗绿宝石的，嗯，哦，所以是你有了就可以去拿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是一颗钻石，嗯哼，六颗绿宝石，然后它是一个套件，限定在更衣室使用。我看一下它怎么用，焚烧就是限定去刚刚那边，你说巧克力、哦，对对哦哦，存弱了，存弱了，有有有，之后你在那个复活下面的地方直接踩就可以了，踩啥？哦，这里这里那个繁星出来，好，这边这边地上有没有这个亮亮的？嘿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哦，哎呦呦，直接在买一颗就是一套吗？买一颗就是一套，一套，但是不含武器，所以是亏两块钱的意思啦、啊。对，可是它就是很方便，很快直接买。二零去家里面了，二零去家里面了，我们这边很多人，中间很多人哦。二零家里面，我跳上来看看。加上面还没事，